检查了啦，来检验报，检验报，检验报。这家车是什么？这家车啊，那边幺七标的，差两块钱个，差两块钱个。我先来讲一下哦，幺七卖人几个钱？看情况，看情况已经有够俗啊。我看车真正小一三十块啊，十地买三包啊，来啦，一包而已啊，一包够而已啊。姜桂，姜桂菜头桂。港式萝卜糕。港式萝卜糕菜头桂。讲袂出啊，这话情况真正有够俗。哦，你说那个什么？有一个女生，有一个一千块，一千块呀，一千块，接人的便宜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都无物件嘛？真相个？太大，太大个哦。三元哥买三箱，够贵不？拜托姐，别别我忘记哦。你起码辛苦有一个俩，是我忘记一个、两个，我来讲一下哦。了解环境，妹妹，好食嘛？好几个食，我了解，真正了解的，了解不然讲怪的，痛苦难。这台你后尾的，我发介绍做你搬来，全部就十个人个，先提钱，免钱哦，八万了，变多万了，五万了，三万了，三十啊，三啊，我讲五个，来不来吗？好了，我来，你听这条，慢慢慢慢，时间时间过去啊。哎，阿妹，我晒，我晒，一包十五万，真够了，贵的。来四个，要不要？我要晒。现在了钱，拜托你帮我多钱好不好？五百人，五百块啊！上班钱无啦，上班钱五百块呢，就起来啦，凊彩啦，了了啦。上班钱五百啦，上班钱五百啦，上班钱五百啦。上班钱五百，紧嘞！美女啊嘛，来我加多一个。上班钱五百，紧嘞！我做两杯的。我加多干两份啊。也做两杯的啦。四个。上班一个啊。上班一个啊，很紧的啦，五百，你遐拼哩，那恁都袂晓买。你若较早了，较早咧发人较济时，我发钱我伫行的啦。哇，真正是真正袂计较物件。上班一个五百的啦，上班一个五百来紧的啦。啊，好。上班一个五百来啦，上班一个五百，拜托你，我无得了钱，拜托你，拜我老干部。上班一个五百，上班一个五百，上班一个五百，好啊。来，别管，别管。来，给钱千来。上班两个工资，拜托钱五百块啊。快点，千块。那是哪里有钱啊？拜托，拜我老板好。上班两个工资五百块，五百块。上班两个工资五百块。要收起来哦，我不。我们不卖俩手，不卖俩手。十块我加四个。来，恁四个人个，你们三加一的客人，注意听，你们总共一边三加一嘛。这边几台机箱？三块钱多。我那个我五百，这边几台机箱？哦，够存，我加。现在你存点存点，够够够就够存啊！你给我五百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五百好不好？上面东西不用。你给我五百好不好？你给我五百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五百，你相信我。来这边。妹妹，我问一下，你有吃牛肉吗？来，多少？你要五百，五百啊？又要五百不？我拿包包起来，来高赶快。笑。包邮。然后准备高了。都加一包牛肉了。都给其他朋友看。然后再多送一包牛肉。过来，下一样来，明天来生料哇，生料片。哎，这包，这包黄贝下不下？这包黄贝下不下？我们有黄贝吗？有下呀。黄贝够多少？来什么这个？黄贝够多少？这包下不下？今天我是新华。要食物件好未？物件好提起来。来，要食黄贝两箱。恁兜无？恁兜敢食黄贝两箱？哥已经买三箱。你甲阿妈吃啊！来，阿妈先甲分落。来，阿妈喂阿妈。阿妈先甲分落。他那边干嘛？我做一份。你是要分哪包？好了吗？我好了，我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开始。来，要食黄贝，注意听啊。够偌济啊！我一箱啊！
你们推掉一个对吗？我推掉。好，你阿妈的。37号。他叉叉羊有吗？有。好，注意听，再讲花呗两个要介绍啊。20块，想要换料就换油吧。换咩？靠，要几块美元？我吃四个啊，我吃五个啊，四个五个。十个啊，这没有，我这好十个，10块。来，我这边五个，来，给一百。羊肉炉这边吃还无好，咱前面八百，注意听好，这包油包只食无料，食无我讲的包较济，无讲我讲较济啦，无较济，只济包，内底的包无像我十五块钱迄种，都是大骗钱。我好吃，一袋给你五百，两袋一千吗？来，下面吃，跟前面800、500的五百好不啦？五百的不加两吧？有啊，没有了，聊了，有买过吗？没有买过，第一次买对不对？八百过去包下去，八百过去包，有呀无？有包无？你跟你讲啦，讲实在呀，包真正有济呀，我跟你公司还好啦，下肉重量包，酱肉包。24啊，酱两包哦，卖好几个小，变五百，来，小波姐两个，妹妹，他买了吗？好，好买。小波姐三百了，小波姐一万哦，三百了，我你知啊？这家都重量高，我一包就一百块。有妹妹吗？来，需要要的。来，牛肉我妹啊，牛肉的。你那边好乐意啊？来，来啦，古巴就同款啦。我无爱，我另外讲一个哦，我无爱吃那贵哦。啊？三百块，三包，三百，妹妹，你要不要？来，放进去了，妹妹，你注意听好哦，一包油百，你几十块啊？讲实在啦，妹妹有够俗啊，真正有够咸的啦，来啦。
三包啊，来啊，四包啦，来啦，吃五包啦。其他其他炸些伤济，我物件炸你伤呀，我会炸两箱嘞。来啊，老张姐啊，青菜卖嫌济好啊。泡菜买着妹妹，泡菜买着四包三包歹势，加两包哩，两包哩，三百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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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百了，三百块。好，再加一个啊！一包九百，卖你五十块，尔你搁咧考虑？三百，三百。未嫌未嫌，三三样，我再要只来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。三百，我再要只来三百块，头前搁一个。来加。三百张要不要？我看你钱拿在手上了，三百块。来加。来，我再要只来加，诶，上块钱卖好几块，今仔卖你有够少啦，三百了，四包啦。诶，四包卖三百，一包几块块尔啦？我讲啊，加上你两包啦，三百了，三百块。小花姐，两个三包，三包，三包，三包。小姐，春节了吗？有啊。哎。哦，今天到大姐春节，来，妹妹，恁当小家庭，我这间机房放在阮家。听不出来。妹妹，奖单放在七张，百五了一百五。哎，百五。百五，我这边奖一百五，七张我发七十块买，差两公差七十，差公斤差几多哩？小花姐，百五了一百五。小花姐，拜托姐，干么两百了？我不要买。小花姐，两百了，拜托姐。小花姐，两个两百块，两百。小花姐，两个两百块。上半节两百两百，拜托姐，才四包啦，才四包啦，无该算较贵啊。上半节来拜托姐两百好两百，上半节两百阿无，有买有买三百了手，有买三百只。妹妹，再给你吃不吃的完？第一天点下，就等于谁点的？点的走掉了吗？走掉了。第一个买，第一笔下第二天点。我这边再四包，再给你好不好？到一百五就好。谢谢你，爱拉菲。